原标题，拒绝被定义 Vogue 舞用舞台打破偏见。随着上周《乐队的夏天》第三期上线，青春原创乐队 Vogue 舞再次闯入了人们的视线。他们拒绝被定义，用舞台和音乐打破偏见，回复质疑，让大家对中国乐队的未来充满了信心。节目中 Vogue 舞带来了他们的第一首原创歌曲 We Shock the Game Now 耀风。四位年轻帅气的队员坚定有力地踏上追逐梦想的舞台，肆意挥洒汗水，他们满怀自信，用音乐唱出这个充满憧憬的青春时光和披荆斩棘的热血岁月。现场表现炸裂，实力点燃全场的沸点。Vogue 舞用最有力的表现回击了那些质疑声。我们虽然年轻，但是我们是很用心的在做乐队。Vogue 舞乐队由主唱林哲宇、吉他手邵浩帆、贝斯手戚志豪、鼓手温凯崴四位成员组成。自创建以来，一直用音乐向人们传递着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拼搏努力，只为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作品，没理由不相信这样一支年轻有态度的乐队在未来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年龄与帅气的外表不应该是否认这样一支有态度的乐队的理由。正如高晓松在节目中所说，一支乐队需要有辨识度，而辨识度来自于很多方面，年轻的荷尔蒙、颜值综合 Vogue 舞的音乐与舞台表现，你们就是独一无二的。返回搜狐查看。